Ja.我知道这边有人要出卖我，这就是我最后的晚餐。哎，我帮你抓耶稣，你给我300块好吗？哎，好啊，一起走吧，我们快走啊！他在那边，耶稣，你跟我来。不该。不要死啊，我很害怕啊。不要紧，上帝会原谅你的，听我说吧。上帝，你为什么要围起我？让我来看看耶稣吧。耶稣不见了，他去哪里啊？耶稣他已经复活了。波波，你在干嘛？你是谁呀？我就是耶稣了。我不能相信啊！我过了几天就不会再人世了，我有很多东西要做，过几天再来找你吧。早安，大家好啊。没可能，你不是耶稣，你不是耶稣，我不相信啊。什么？哼，不要害怕，你们过来，过来啊，没关系的，过来。给我看一看，真的是耶稣啊。真的是他哦！我过几天就要回去天堂了，上帝的道理就让你们去传播吧。差不多时间，我要走了，让上帝保护你们吧。